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曾经或者是正在以女团活动的成员们， 透过竞争后组成全新女团的 M 的节目 Kingdom Puzzle 决定在6月13号播出后， 昨天公开了第一轮出演名单，因为以为会出演的成员决定退出，没有想象的成员却参加，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6月18号 Kingdom Puzzle 公开了第一轮出演者名单。 首先 Team Peacock 的 Top 是由 Weekly 吉汉 Weekly 소은 Cherry Blade 지원 우아 나나 우아 우연 Triple S 지우6人所组成， 公开曲是 Charismatic。 然后 Team PK 是由 Cherry Blade 보라 Cherry Blade 체린 하이키 리나 우주소녀 여름 CLC 예은 Purple Kiss 유키 라이썸 상아 7人所组成， 公开曲是 Snap。 然后虽然在第一轮还没有公开， 但已经被报道的出演者有 Lovely GK 하이키 휘성 AOA 찬미 More 的注意等，应该会在下个礼拜正式公开。 而原本已经决定出演并参加了节目首次拍摄的前洋与拉崩黑因私人原因决定下车了。而因为 Kingdom Puzzle 已经预告过会有28位女爱豆参加，现在两位已经退出了，所以下礼拜应该会公开剩下的13位女爱豆们。太好了，前洋这次的专辑成绩很好，很担心他要出演这节目，希望能早点发下一张专辑。感觉前洋是在发专辑前决定出演后，歌曲比想象的还要红，所以下车了。黑因好遗憾，拉崩实际上是解散的状态，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如果夏天在这里组团出道的话，就不会做 乌九所有活动了吗？前Cube与现Cube都参加了，苍啊、严恩加油！不过Cherry Blade成员们也太努力了吧！喜欢 Girls Planet Kingdom Puzzle， 보라 Girls Planet 소녀 리버스 Kingdom Puzzle。 真的希望参加的所有女爱豆们都能大大提高知名度，以后都能走花路。所以对于第一轮出演者名单以及前洋的黑音的下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要定期看的 aespa 外星人 rap 的制作过程。 这是在录 dream country 歌曲的时候， 哇，我第一次看这个疯了，可是我到现在都以为是英文了，可可，其实疯了，太棒了，实力好，所以能把这部分唱得这么好，可可，太可爱了，完全好感。 안녕하세요.